喜爱艺文创作的朋友们又多了一个欣赏作品的好场所。自来水公司第九区管理处成立松原艺廊，提供一二楼的走廊空间，邀请在地优秀艺文家展挂精彩的艺术作品，希望能让同仁和前来洽公的民众感受到美好的艺文生活氛围。为了推广生活美学，提升艺术能量，自来水第九区管理处成立松原艺廊，开放一二楼走廊空间，邀请在地优秀艺术家做精彩个展。我们自来水公司在松原美伦这个地区这个自然景观还有一个历史风貌，那拥有这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哈，那我们想说这个以社会各界来分享。那这个在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在十多年前就已经设置了这样的一个艺廊，只是它没有对外的一个宣传，那我想把它扩大来分享给各界这些艺术创作者能够多一个艺术展演的一个空间那来提供我们县民或是到我们花莲来旅游的游客更多的文化的飨宴。我们作为一个国营企业一个应尽的一个责任，那希望来带动这个地区的一些文艺气息。松原艺廊成立第一档展览是邀请到书画家李建颖老师展出个人最近几年最新的书法和水墨作品。水公司表示，每个月都会有一个档期，今年度已经预约到12月。喜爱艺文展演的民众可以每个月都来到松原艺廊，欣赏不同艺术家带来的精彩创作。记者吕慧欢是报道。